现在重庆呢，有卖米油吗？那那那，饮食呢？好像干的都不是，现在几位事情。你们老吃的东西，那你现在重庆的米油？老师好。他落山东滩田，落着青龙边，千年落泥上去了。对，重庆他那对那，都是在哈那个啊，伢那见他妈住那什么，他也住。那伢爹那对，哥哥，那嘞，阿拉大大姐哥哥叫吧，替阿拉入别墅看给他呢，入别墅去。虽然邓珠老师最初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不太爱说话，我们问一句呢，他就答一句。不问呢就不会说话的，后来呢逐渐的变得开朗起来了。好吧，咱们还是随意说一点什么的。邓珠老师，你那个画还在那儿挂着呢。哎，这个就很喜欢吧。很喜欢。个弟弟我当连着两个弟弟，不许对不对？弟，那规矩都搞不懂。提到那个米产业没得，提各地的办的提了搞不起了就，一年提大了，提两年，全归都是。他种的多，他大概他就是，大连落车的多，米大当米田这边大落种麻子，看落种车上是卖呀，看这两个大概就见面十几趟，人家是那一年。谢谢大家。因当然的重庆热了，天热了，天气天热了，这都的，出国等个个的米的打了。其实重庆的一边米嘛，那那那，饮食了，好像干的多是，省了几杯水。听他们提到其他同学事情，那样省几杯水，你麻烦对呀，那人家是不是去了？江中的天气给湿热最近的，什么三不七八的，没事给打不盖。俺让人比他提得也还想搞不远。贴不贴地擦的地，隔壁重庆乡巴拆迁先把同住，贴不贴乡地票了他，贴住这贴俺那，先把几不够。你多东北那边，那边出外套了他，工程节嘛，俺那贴看也贴起都，我就好大气，你腻了，你这就腻了。抖音。